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我们今天带大家呢到 Tempany，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这里做一个台湾饮料的系列影片，找寻台湾饮料系列影片。然后我们现在在 Tempany 这边，是 Tempany Mall， 然后我们要先扫 QR Code 进去。他听说在这个周围有那个贩卖机，可以买到我们想要喝的饮料，想要喝的 drink。 OK， 我们这就走吧， Let's go。 好，首先 Tempany 的 MRT 出来之后，你要找到这个 UOB 的银行，然后它的对面这里有一个 Mall， 这边有一个三中两件茶楼的 Mall，然后往这边呢，你就会往这里走，右手边是，这是大牌 HDB， 然后往这边走，你会先看到一个卖果汁的机器，对，然后这里有个脚踏车停车站，在这里，噔噔噔噔噔，好，这个就是台湾的饮料贩卖机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有古道百香绿茶1.8元，然后花生牛奶八宝粥大概2元，然后这边是番茄茶是1.9元，波蜜1.8元，然后还有美露 100 plus， 这些新加坡本身就有，然后再来这边好像一样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薏仁堡跟花生米奶。对，然后这里还有牛奶燕麦，对对，还有青草茶贝纳颂，都是台湾的哦。然后这里还有梅亚德，爱滋味梅亚德，然后还有万丹，就是红豆水、黑豆水，还有爱滋味鲜采番茄柚子茶。然后下面都是都一样，得得得得得得，这都是新加坡饮料，所以主要如果是台湾饮料都在上面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投了。你要按哪一个？你要按哪？可以投钞票。可以吧？只是一次只能买一个吗？不知道，因为这边如果太多，它应该会卡住的。然后它不收10元哦。那上面写什么？2元跟5元。不收10元。嗯。只能接收2元跟5元，然后硬币可以接收。哎，这个是台湾的吧？还是日币？这是日币。啊，没有那个耶，我的零钱。我给我2元。2元吗？好。那才2元。有，对，应该是2元啊，投2元。150单。20单 ，OK， 要按哪一个？黑八宝，噔，耶，黑八宝到手，耶，耶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买花生牛奶，是先投钱，2元先投，然后按2元，哎，他不吃，再一次。200单，花生牛奶太快了啦，耶！花生牛奶入账，耶！好，继续再投。我要花生牛奶。哎，还是刚好用日币，黑宝不收吗？1.4元，对呀。自己带购物袋哦，环保自己带购物袋，环保的台湾人的标榜就是要带购物袋哦。可是刚刚寿司没有用购物袋，先投嘛，波蜜，喝波蜜，哎，不能10元啦，只能2元跟5元。200单 ，OK， 买波蜜。等一下，波蜜在哪里？先按波蜜，1.8元，番茄茶旁边1.8元。哦，波蜜出来了，波蜜。
多少？我买很多咖啡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。哦，哇，遇到台湾人，好，好，来吧。刚又投了200单进去，要买什么？红豆荤桂。哎，我最后一瓶呢，我好幸运哦。红豆荤桂最后一瓶吗？我们买到最后一瓶，送完，太开心了。好，我接下来买这个甜八宝，2块钱，也是2块。甜八宝到手也2块钱，投入200单。哪一个卖哦？有机燕麦好了。哎，有机燕麦2.3块不行，那藜麦2块了，还是牛奶燕麦？你知道要哪个？牛奶燕麦2块。好。投入200单，啊，牛奶燕麦，牛奶燕麦到手耶，爱滋味牛奶燕麦，OK， 好，我们今天采购1、2、3、4、5、6瓶台湾饮料跟甜点吗？到手，好，回家。好，其实你也可以找这个出口，然后这边呢，这边有一个苹果店。然后苹果店你会看到星巴克，星巴克这边右转就是我们刚刚贩卖机的地方咯。 OK， 今天晚餐是真鲜寿司的豆皮寿司加波米苦菜汁，然后他会给就是 wasabi， 然后这个是 soy sauce， OK， 开动。这个是新加坡的雷西，就是茶加奶，然后配寿司，这是热的啦，所以喝热的会比较好。啊，这是酱油加瓦萨比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的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